的阵容，他就是吃分的阵容，只不过这把没有第二名不太好，你知道吗？来一把吴亦凡，来一把呀！不放脚不见了吗？是啊，那谁知道打两把参加呀？我寻思吴亦凡有个刺客，我防他一手，对不对？小防一波，啪嚓给我来了个别的，那你说咋整？那不没办法，是这样的。没办法，我怎么就一件都没啊？重叠了，我说的嘛。我想要一个忍者，我也来把吴亦凡，行不行？小月不会要赢了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哎呀，想要个小月咋办呢？猴撇了，不划算呢。我现在要升级，我得老猛了。我看看怎么能给他升了啊？怎么升呢？这？怎么升也差一块钱，哎呀，不好升啊，不好升，上个分女吧，不好升。往上结了。老玩一个阵容吧，确实也是没啥意思，你说是不是？什么监狱都关不住。但你说小法来的这么早，不玩白不玩，对不对？不玩白不玩，谁不玩谁傻逼。吴亦凡肯定是把把都有，都点死一个，哎呀，这把又是时运不济呀，前期一把也赢不了啊。
来吧，来吧，大家能不能为我祈祷一下，给我来个天选猎人？啊，不是，错了，天选月神吴亦凡，给我祈祷一波，我换个阵容，我正好一只塞拉斯，一个吴亦凡。不要天选猎人，要天选月神啊！要天选月神，不要天选猎人，不要，千万不要啊！来了一个福娃，这把我已经决定了，我给他升了，好吧，我给他升了。虽然我们一块钱都不挣，但是我给他升了。给我叠法强吧！这都不拿，这拿了没用啊！拿了也行，随便嘛，四斗士啊！我上把就四斗士的就输了，我都不乐意要那四斗士。赢了一个弟弟，看四斗士怎么上啊？一二三四呀呀！两斗啊，这他妈是个福星啊！我操，那我要它干啥呀？那不要，还是这么上吧。下边给个银马，能打死这蛤蟆不？哎呀，差一点。下边给个银马吧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三森林了。来个水滴子。哎，蓝 buff 这是一定得要的啊，这个铲子给的不好。法宝有了，科技枪有了，可以。给了吧。我会不会上个分女会猛一点啊？我看看上个分女是不是行啊？如果赢了，我们就把它撇了。待会儿天选法师你就知道好不好了。我没有那么多水滴子给他呀，没那么多水滴给，你知道吧？算了，我们就赌一手，下一波来银马，或者是来个分女。我们赌一手，下一波来银马分女，
饮马出来吧，饮马，饮马，马，这个也行吧。三法吧，还是三法吧。天选不拿，天选万一来饮马呢？我其实有没有这天选，都意义都不是特别大。有没有都行，我可以拿，可以不拿，都可以。拿了也行，找个饮马天选吧，饮马。小法师上一波又加了3点法强啊，100%了。多少分了猴哥，别问我多少分了，我都跟你说了，分不重要，分不重要，分重要吗？根本就不重要，那东西都没有用，兄弟，有没有都可以。这波蓝水滴分女不能拿，科技枪要不要啊？我要是要科技枪，直接就能直接就那啥了。我来拿蓝水滴吧，拿蓝水滴，我们既可以合成法师啊，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这个，我们也可以用正义之手。先拿个蓝水滴，这把好像是没有同行啊，这把好像是没有，据我的多年经验推断他没有。小弟一手分女可以，这边小弟的还行啊，小弟的还行。先把那千珏给我杀了，哎，不会吧？这打赢了还能啊啊？你挺能来呀，我一看呢，吐泡泡，狐狸没有用啊，狐狸拿了没有意义。这把行，这把有重装锤石，我们就可以上把上个老母狙，这样打吴亦凡还能好打点。换个猴下来看看，
这劫呀，这劫就在天上别下来得了。你没水银你就别想玩。没水银你就别想玩了，小伙子。小法，不是小法，能不能给个银马？马呢？马怎么不来呢？这波先给个拳套，然后我们小法神装，剩下的装备就给银马。这把银马没装备，给龙刀啊，这得给龙刀啊。随便先给个龙刀，看给谁。嗯，给分卷的话是一直用盾，给小驴人的话是一直抬人。给锤石啊，点兵点将一下吧，点兵点将，点到谁我就选谁，不要让我失望，小老弟，不要让我失望。终于来了一个呀，不容易呀。不行，银马现在不能放前面，银马现在放前面就等于死，就白送，不能给放前面，放前面死太快了，没有装备。腰带肯定是给得给他，给他腰带。我们找一只小法，找个银马。我操！我小法是一秒躺了，太脆了，异形。还是有点脆，全套没了，兄弟们。科技枪要一个吧。
四纵装就不怕无意反了，四纵装都好上，随便上个纵装都能上得去的。这现在主要是小法，他没升二，你知道吗？他得赶紧升个两星。这小子是这小子说玩不下去，找不到狐狸，放弃了，送分了，送了，行兄弟，我带着你的意志把今儿给他吃下，兄弟，我这盘吃鸡有你一半，行不行？哎，有你一半啊。 你放心，嗯，这把要是吃鸡了，就有你一半。靠，再递他两手，这他妈的老差2块钱，我是服了哈！小驴人不要了。 给个拳头，科技枪吧，狂徒圣杯，法师吹风，法师狂徒。 森林，嗯，吹风吧，要不，吹风。 我直接给了，是不是有点浪费？你们觉得呢？是不是有点浪费？反正这把咱也没同行，确实有点浪费了，不给了吧。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有点浪费。 我这装备想半天。
你这法师到底给谁呢？给锤石感觉能稳定一点，是不是？先给个露露。哎呀，别想了，谁要谁是天选之人就给谁吧，给锤石吧。别想了，这不想了。行，给锤石，省着他打假债，再撇给别人的。大姐，给银马来点装备。泰坦，日炎泰坦吧，或者来只锤石，锤石被拉走了，那就泰坦吧。泰坦没了，泰坦没了就日炎吧。日炎，我的站位还可以啊，我不太觉得我的站位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我们一会儿先拿头老母驹，拿老母驹还是拿剑魔呢？这把好像剑魔好一点。这把好像剑魔好一点，这把拿个剑魔吧，蛇嘴不生了，蛇嘴撇了。哦，我们利息要不然先拉营口文血，然后我们再第三星。可以，我先拉营口吧。我八银口地两费的有毛病没？还是七银口地？先杀狐狸。现在地我怕地不出来，浪费钱。你知道吧，我怕递不出来浪费钱。我说明还有一个呀，这儿八银口更浪费钱。不得，有的时候他这玩意儿呢，你只有升级了他才能给你，他就不给，你知道吧？他就有的时候他就是不给。你说我浪费这么多钱，我就递出来个分女儿。与我
给了吧。这个泰坦一会儿给银马吧，给银马挤一个装备。哎呦我操！妈的，这个近一枪给我毙了，这轮掉的血有点多呀。把他先杀了，哎，这狼人有点厉害啊，就是有点吃控制，也没啥太大的用。再死两个，我们吃分。有些兄弟啊，老是啥呢？老是一整吧，你就老是一整呢，你就这个剩个三块钱呢，你就要把它全给递没。你不用这样，你知道吧？别这样，你剩三块钱，你给他递没，你也买不起。你知道吧，你下轮还得锁，你还浪费一轮刷新的机会，不要这个样子啊，这就叫细节，一定要够细，知道吧？呀，让努努给我吃了，完了。法炮，别死啊！三滴血，吃分。拿个锤石，没刺客了，这样我们就不用再防他那个劫了。给个锤石，三星维加，我决定蛇女儿吧。哎，没放后边，蛇女儿给他再往后边放点。这蛇女儿，行吧，第四名。不过不应该第四名的，怎么能没打过这家呢？这怎么能没打赢呢？这不对呀，这没打过这家其实不太应该啊，因为没打过别的那都可以接受，这家没打过不应该。